为推动全港实行电子教学，香港教育局于2015年推出 WiFi 900计划，旨在提升香港中小学的无线网络基建设施。HKT 作为香港的最大网络供应商之一，针对学界所需，全力开拓一站式校园服务方案，由网络基建设置、电子学习方案，以至日常的管理及支援，提供全面的服务，让老师可以专注教学工作。HKT 与学校并肩一起，开创电子学习新纪元。HKT 一站式 WiFi 管理服务，协助学校进行 WiFi 规划及预算、购置设备及安装，同时提供24小时支援及监管服务。HKT 的全方位校园 WiFi 自专团队，由客户经理、项目经理、通讯方案顾问及工程师组成。凭住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校园经验，专注为学校打造最完善的电子学习环境。因为我们想的时候就是，咦，这间公司它的实力是怎样呢？它会不会 sustainable？ 它会不会有个 support 是很帮到我的？价钱呢不是我们第一步考虑的。但是如果公司一开始用个很便宜的价钱，跟住它帮不到我们，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功夫。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除了它稳定性之外，就是它有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因为由 WiFi 到卖机，甚至无呢就是去到那个货件的部分呢，其实呢它都是一条龙咁样帮咗我哋手嘅。咁好在边度呢，就是我哋唔使再分开佢呢，譬如 WiFi 嘅公司同嗰、那个平板电脑个合作性有问题喎。咁如果咁呢，我哋就企咗喺度㗎啦。因为我哋学校係偏远啲嘅，咁我睇我哋嘅其他嘅支援係会比较少啲，所以我哋都係諗緊究竟我哋选择喺呢个电子学习呢个方案或者呢、这个設備方面咧，係有哪些公司可以在呢方面幫到我哋啲小型學校呢？因為小型學校啲人手係比較短缺啲嘅，我哋真係好需要一間能夠提供一站式服務嘅一啲機構，幫到我哋可以推行到呢個電子學習。其實要到小學咧，喺我諗都八九年前咧，已經有全校嘅 WiFi。咁不過當其時咧，我哋自己即係叫買一啲 AP 喺學校啦。咁其實唔係好穩定啦。經過咁多年，其實亦都支援唔到而家嘅需要啊。咁我哋知道咗 HKT 有呢一個 WiFi 嘅租嘅服務啦。咁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咧其實第一就嗰、那個隨住個時代一路變嘅時候，其實亦都有一個最 update 嘅一個軟件可以俾到我哋，或者係配合到啦。咁亦都係個穩定性好強。HKT 亦都俾到我哋一啲嘅意見啊，點樣去咧係擺放呢啲嘅無線網絡嘅系統，更加適合嗰個接收啦。咁所以令到課堂嗰個運作，同埋互動嗰個課件咧，係更加容易運用到出嚟嘅。其實咧，佢哋係喺兩個禮拜裡面咧，就已經幫我哋嘅學校咧就安裝好啲嘅 WiFi 嘅。咁期間咧，我都唔需要話打好多次電話揾佢哋嘅。咁其實揾一揾阿 PM 咧，咁 PM 就已經一隊人就落嚟，咁就即時同我哋 mark 曬位啦，睇埋場地啦。咁咧雖然佢哋唔同部門嘅人咧都喺唔同嘅日子裡面嗰度去分工合作啦。咁佢喺兩個禮拜之內咧，佢都已經裝好曬我哋課室嗰啲嘅 AP 嘅。我哋希望喺裝置任何嘅可能是一些工程啊，或者是鋪設一些喉管啊等等咧，裝線啊，我哋都希望咧係會係入牆啊，或者係入咗喉管入邊，係唔會話係外露嘅。咁所以喺工程方面嘅要求咧係比較高嘅。咁亦都喺一啲特別嘅課室，例如係我哋音樂室啊、電腦室等等咧，都係要有啲特別嘅安裝，例如係鋪設假天花，咁先至可以配合到我哋學校嘅要求。依方面咧，亦都係HKT 公司可以做得到嘅。HKT 俾我哋嘅網絡嗰個位置咧，事實上真係好穩定嘅。咁我哋唔需要話一個同學上到，第二個同學上唔到，跟住或者係呢班可以上到網，第二班就上唔到。咁呢個咧其實好阻礙老師咧喺嗰個進程裏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障礙嘅。其實我哋學校咧就有自己一個 TSS 嘅一個童工去管理我全間學校嘅 hardware 嘅。不過咧有陣時佢能夠仲有呢個24小時嘅 technical support 幫佢嘅話咧，實際係幫咗佢減低好多嘅壓力。喺我過去嘅日子咧，佢哋用呢個熱線亦都用得好好嘅。所提供嘅一站式服務咧，都能夠幫到學校嘅，因為老師一路反映咧，就遇到有問題嘅時候咧，都好快會有回應嘅。咁我覺得無論嗰個技術支援啊，或者係意見提供啊，咁都我覺得都係相當滿意嘅。
HKT 的 Wi-Fi 管理服务全程由专责项目经理跟进，充分了解学校独特环境和需要，建构最完善、最具成本效益的无线网络。HKT 庞大的安装队伍超过100位工程人员组成，于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Wi-Fi 网络建设工程，对学校的影响减至最低。HKT 的专业支援团队为学校即时解决技术及网络上的问题，让老师顺利执行教学工作。HKT 除了提供网络基建的专业规划外，对学与教同样重视。HKT Education 一站式电子学习方案配合教育局的课程纲要，并针对不同学校与教育专家、资深出版社合作编制互动学习教材，以云端学习系统将课堂伸延，随时随地学习。HKT Education 紧贴学生、学校及家长的需要，研发适切工具及应用程式，无缝地建立一站式电子学习方案。HKT Education 的互动课件创建工具其实对老师来说很大帮助的。平时我们上堂见到学生不识的东西，某程度上很依赖出版社练习题目，不同的学生他们的需要都不同的。透过这个平台，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难点，或者他平时想犯的毛病，我们可以针对性去设计一些课件，令到在课堂上可以对症下药，即是等于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学习上面要照顾个别差异，学生的差异可以透過這個課件或者這個系統完全照顧到。那我們用了 HKT Education 那個軟件的時候，那對我們去掌握學生那個學習進程有多一些即時的了解。電子的東西就會發生了很多大家估計不到的情況出現的，那我們都很多謝，如果一遇到問題我們立刻打電話，或者是你們有同事會立刻來會幫我們去解決，那這個是比起其他嘅供應商裏邊嚟講咧，呢個事實上係真係好快捷同埋好方便。HKT Education 咧嗰個團隊咧，其實好幫到我哋學校嘅老師手嘅，因為如果我哋遇到啲困難咧，其實我哋都會揾佢哋幫手，佢哋都好樂意咧幫我哋嘅。咁同埋佢哋個團隊好大啦，咁所以我哋有啲咩問題咧，server 有問題啊，或者嗰個軟件嗰個平台有問題咧，其實佢都會即刻咧會幫我哋解決啦。咁軟件嘅方面咧？我們希望就要能夠找到一些切合校本需要的電子教學平台，一些教學的程式和一些豐富的教學資源。現在在現階段來說，我們都覺得支援是足夠的。我們透過這個 MDM 系統就可以給到老師按住班別、按住科目不同的要求去選用一些不同的 Apps 給小朋友，家長在家裡都會有個監察，知道小朋友在那個平板裡面做了什麼。當我們需要申請額外資源，特別向優質教育基金去申請去做 e-learning 的時候，就給了很多專業的意見，這樣我們在寫個計劃書整個過程裡面都可以給到我們支援，以致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咁樣去申請到額外嘅資源去發展。老師培訓咧都係到校啦。我哋雖然我哋學校人數係少，咁同埋係偏遠嘅地方，但係佢都係派出啲專業嘅知識咧、能力嘅培訓員咧嚟到學校同老師進行一個培訓嘅。HKT 都有擺到一啲嘅配件嚟到我哋學校啦，佢哋就有一啲專業嘅擺放啊，一啲嘅設備咧，令到我哋嘅來賓參觀嘅學生都可以即時運用呢個系統發揮軟件嗰個效果。HKT Education 喺過往嘅日子咧，佢有陣時會嚟我哋學校度去賣呢個平板電腦。我見佢哋咧就係啲家長有陣時會做一啲分期付款啊，或者有啲咧俾現金啊，咁都有好多個俾錢方法幫助到學校咧去推展一人一機呢一樣嘢咧，係會簡單而直接咗啲嘅。HKT Education 咧，佢會提供兩年嘅上門維修嘅服務嘅，呢一樣嘢應該都方便咗我哋嘅家長嘅。整完部機之後咧，佢都會送翻去俾嗰個家長噶噃。我覺得個 Parent App 好好啊，咁可以知道阿仔學校嘅情況啦，可以隨時簽嗰啲通告喎。如果有咩突發事情咧，我哋又會即刻啲家長又會知道咯。HKT Education 明白老师的需要，设计出针对教学难点的互动学习内容。透过快速、稳定的 HKT 网络，
老师在课堂能够向个别或全体学生作出即时回馈，及时跟进学生进度。老师透过参加 HKT Education 的培训课程，可以掌握教学工具的应用，轻松自主制作教材。此外 ，HKTE 通讯仪可以让家长时刻保持家校联系。家长亦都可以使用 Mommy Daddy App 控制子女使用平板学习情况，让学生更专注学习。HKT 致力協助學校推行電子教學，提供全面無間斷的支援。 HKT 網絡監控中心實時遙距監察學校的網絡及設備情況，可及早發現並主動解決潛在問題，確保校園 Wi-Fi 運作順暢，課堂學習無阻。另外 HKT 提供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即时为学校解决有关 Wi-Fi 网络及电子学习方案上的问题，老师就可以专注教学，令学与教质素得以提升。强大的基建，全面的方案，360度的支援，真正一站式服务。HKT 致力实现电子学习的独有优势，协助老师、学校使用最新电子学习科技，以解决教学和行政难题，促进教育目标的实践，令学生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HKT 与师、生、家长携手开创 e-learning 新时代。HKT 一站式校园服务方案，请致电客户热线2888-30497查询。